鸡呢？鸡呢？嫁了嘛鸡呢？鸡呢？来自啊，大内外、海内外所有的乡亲代表，啊，咱啊大家嘛，即嘛啊嫁了嘛啊，各有咱的这个啊弟兄嘛、父老嘛、亲戚干事老女、大将军啊，已经坐伫桥内，咱另外十一点。准备就要起驾，啊，咱啊会使讲咧，啊，感谢咱一万年，啊，咱蔡局长副院长，啊，咱江委员启成，同时嘛是咱啊，党主席国民党党主席，个咱台中市啊，咱的陈子敬啊副市长，个咱啊，咱的啊施志昌议员。啊，我个囡仔严宽恒，个咱议员李龙宏，啊，个咱地方啊，咱的区长啊，咱的啊，两位总干事，个咱的李长哦，啊，个咱所有啊各界民意代表，啊，个咱来自全省各有乡的好朋友，新港洪天江啊，个咱沿路啊，咱五大乡头，啊，个咱沿路路途者各有乡非常的感谢。啊，大家对随咱妈祖的脚步，行出天空，行出快乐。啊，咱防疫期间，嘛祈求大家妈祖连神威啊，搞咱这个疫情呢，啊，会使讲呢，啊，跟大家啊，这是去除掉哦，疫情呢，会当平安啊，来照顾着咱台湾呐，啊，会使讲呢，啊，顾台湾，啊嘛，全世界。两位当讲咧，一天比一天搁较好啊！非常的感谢啊，代表丁南江南港指挥咧，也来感谢着咱所有而且诚心来滴。哦，谢谢吼，啊，感谢。今仔日代表立法院来啊，这个啊，甲妈祖请入去神桥内面啊，祈求即届会当安尼真顺遂，一切真圆满啊！如我当时领导讲，防疫期间。咱庙的吼做真济的规定，啊，疫情指挥中心嘛，希望大家遵照防疫的规定，保持社交距离。啊，像咱即摆现场遮济人，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，咱就把口罩戴上。啊，总是啊，妈祖吼啊，慈悲为怀，一定会保庇大家身体健康。不过吼，咱要妈祖保庇真情，大家一定爱遵守规矩啦。我想妈祖较无介意，无听话啦吼，较遵守规矩，妈祖较会介意，较会保庇安尼吼。所以吼，咱遵照庙方伫这个过程当中，咱有做足侪防疫措施，希望大家会当拢遵守啊，遵守庙的这个规定啊，遵守防疫指挥中心的规定啊。我相信大家真快乐啊，真虔诚来参加这个绕境活动，啊，嘛会当真平安、真顺利完成所有的任务啊。蔡局长，伫遮祝福大家一切平安、身体健康，台湾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谢谢，感恩。